咁喺人力資源方面咧，我諗我哋會實事求是。外僱係本地勞動力嘅補充，呢個係原則嚟嘅。當我哋嘅經濟條件發生變化嘅情況之下咧，外僱係有退場嘅機制，亦都要讓翻有關嘅崗位俾我哋嘅僱員。但係澳門呢個經濟體系嘅話咧，我哋唔可能單靠我哋嘅勞動力去支撐我哋整個產業嘅。我哋係亦都需要外僱去支持我哋嘅工作。咁有啲工作工種咧，本地人係唔願意做嘅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譬如話餐飲業啦，我講過一個行業，可能大家可能比較少啲關注，就係嗰啲執房，因為呢啲亦都係本地人唔願意做嘅工種嚟嘅。咁現時咧，我哋係有崗位，包括一啲飲食業嘅嗰個崗位啦，同埋執房，以至保安，我哋都有崗位。但係現時本地人喺選擇方面唔會作為一個首選咯。但我希望咧，大家有接受新工作嘅準備，同埋呢個咁樣嘅心理嗰個預期，因為當工作環境改變嘅情況之下，能夠細水長流嘅就係一份工作。